需要同你交代，跟住我问佢，我话如果你捉人唔需要同我交代。
好感謝大家喺度支持我哋，我想要拍，多謝我哋先，多謝你。咁其實頭先成個過程就我哋覺得係比較係無理，因為好明顯我哋睇得到一樣嘢，就係話當件事情發生咗之後，係我唔敢講嗰個人係咪受害人啦，佢就係求其亂咁指呢個，跟住警方就要求我哋翻嚟做警察啦。咁詳細情況嘅話就不再多講啦，因為都可能會進入到司法程序。咁但係我哋可以睇得到咧，係比較兒戲嘅件事。我覺得我哋嘅執法前線執法人員，佢哋應該係要有翻一個專業嘅操守，而唔係話求其一個人走出嚟指你，跟住就可以拉到人。如果係咁講嘅話，點解一直以嚟喺旺角鳩烏嘅朋友受到不同嘅人士嘅挑釁或者襲擊？點解大家有曬證人出嚟，就係呢個上車嗰個落車咧？咁我覺得呢啲係一件非常之唔公義嘅事嚟嘅。咁我都希望嚟緊，我唔知將來跟住會點，或者我嘅 case 會係點。如果繼續係有呢啲執法不公嘅情況發生嘅話咧，我覺得無論警方也好，以至律政司也好，他們是否要出來向我們這班市民道歉呢？因為一路以來雨格拉了很多人，或者波幅都拉了不少人，其實有很多人都是無辜的。現在看到天都行了，即是證明真的有冤情了，是不是？首先真是的了，真是感謝你